안녕하세요大家好，我是韩语队的老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剧学韩语《太阳的后裔》，开始今天的课程。今天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段要学的台词。这里도병원이죠여기로와도됩니까여기안멀어요멀어요내일와도됩니까내일은오버那我们看到这里远吗？挺远的。那远我也要来，对不对？我就要来，我还要要你做我的主治医师。那么啊，这种撩妹的技能，对不对？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段宋仲基与宋慧乔的台词。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段对话呢，是由姜暮烟跟刘时镇之间带来。姜暮烟说：“군대에도병원이죠，军队也有医院吧？”它的发音叫什么呢？我们来发音一下，这底下有一个拼音的注音。如果还没有学到韩文拼音的同学，叫군대，就是军队，군대，军队，这样两个字叫군대，那个单词军队，군대，军队。에도这两个字呢？에是一个地点助词，就是军队这个地方。군대도，도就是这个字表示也，是韩文的一个助词也。군대도병원이죠，병원就是医院，这两个字就是韩文的医院了。부이오加个后鼻音，병加一个원前鼻音，就是医院。병원叫病院，医院的意思。이죠，이죠就是也有的吧就行了。이就是이다有，죠就是지요的缩写，表示确认。第一句呢是군대도병원이죠，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句话。내일은오버내일은오버군대에도병원이죠好，我们听到这句话，군대에도병원이죠，我们一起说说看，군대에도병원이죠，每天有这里军队也有医院吧。然后呢，柳时镇就说，여기로와도됩니까，我到这里来可以吗？我们来看看它的发音，여기就是这儿的意思，这里，여기。那么로就是第三个字，로就表示方向，여기这两个字韩文讲说여기这儿，여기로，로呢表示一个方向，就到这儿来这个方向。와도这个字，와就是来，도表示也，这是由动词欧搭加的阿都及时也来构成的。여기로와도来这儿也，되미가，되미가也可以吗？드웨对就是行和可以的意思，미가是个结尾。여기로와도되미가，我们一起来听听看。여기로와도되미가，여기로와도되미가，여기로와도되미가，到这儿来也可以吗？有啊有，但我还要到这里来，对不对？他又说，第二幕言说여기안멀어요，那么여기就是这儿，안就是不的意思，멀어요就是远，여기是这两个韩文，这里안是个否定副词，不，안，那么멀어요就是远，멀어요远吗？여기안멀어요，这儿不远吗？我们听听看，여기안멀어요，여기안멀어요，这儿不远吗？那么我们他说멀러요，挺远的呀，멀러요远，这是由形容词멀르다加的结尾어요构成的，멀러요远，멀러요，멀러요远。他又说呢，远啊是远啊，那远我也要来，我每天都要来。那么매일와도됩니까，매일就是每天每日的意思，매일每天，와도됩니까就是由와就原型是殴打变来的，아도도되다表示即使怎么样也可以，와도되미까，我每天来可以吗？매일와도됩니까，매일와도되미까啊。这一段呢对话我们再一起来说说看，可以看到底下的这样的一个拼音，如果学会韩语的同学那直接看台词就可以了。근데도병원이죠，여기로와도됩니까，여기안멀어요，멀어요，매일와도됩니까，매일은오버，再来一起说一遍，근데도병원이죠，여기로와도됩니까，여기안멀어요，멀어요，안멀어요，내일와도됩니까，내일은오버。好，我们大家学会这一段台词了吗？哎，我们呢最后呢再一起欣赏一下这一段呢台词的一段视频，大家呢可以把那个台词记下来，然后跟着他一起多练习感受一下。군대에도병원이죠，여기로와도됩니까，군대에도병원이죠，여기와도됩니까，여기안멀어요，멀어요，여기안멀어요，멀어요，내일와도됩니까，내일은오버。那么我们呢今天啊最后欣赏这一段好听的歌曲 Hours 结束我们今天的课程，是韩语队的老师，下课见。
안녕하세요大家好，我是韩语六的老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一句学韩语《太阳的后裔》，开始今天的课程。今天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段要学的台词。그래도병원있죠여기로와도됩니까여기안멀어요멀어요내일와도됩니까내일은오버那我们看到这里远吗？挺远的。那远我也要来，对不对？我就要来，我还要要你做我的主治医师。那么啊，这种撩妹的技能，对不对？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段宋仲基与宋慧乔的台词。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段对话呢，是由张木英跟刘时镇之间带来。张木英说：“군대에도병원있죠？军队也有医院吧？”它的发音叫什么呢？我们来发音一下，这底下有一个拼音的注音。如果还没有学到韩文拼音的同学，叫군대，就是军队，군대，军队，这样两个字叫군대，那个单词军队，군대，军队。에도这两个字呢，에是一个地点助词，就是军队这个地方，군대도，도就是这个字表示也，是韩文的一个助词也，군대도병원죠，병원就是医院，这两个字就是韩文的医院了。포이오加个后鼻音，병加一个원前鼻音，就是医院。병원叫病院，医院的意思。이죠，이죠就是也有的吧就行了。이就是이다有，죠就是只要的缩写，表示确认。第一句呢是군대도병원죠，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句话。내일은오버내일은오버군대에도병원있죠好，我们听到这句话，군대에도병원있죠，我们一起说说看，군대에도병원있죠，每天有这里军队也有医院吧。然后呢，柳时镇就说，여기로와도되니까，我到这里来可以吗？我们来看看它的发音，여기就是这儿的意思，这里，여기。那么로就是第三个字，로就表示方向，여기这两个字韩文讲说여기这儿，여기로，로呢表示一个方向，就到这儿来这个方向。와도这个字，와就是来，도表示也，这是由动词오다加的아도及时也来共同构成的。여기로와도来这儿也，되미가，되미가也可以吗？드웨对就是行和可以的意思，미가是个结尾。여기로와도되미가，我们一起来听听看。여기로와도되미가，여기로와도되미가，여기로와도되미가，到这儿来也可以吗？有啊有，但我还要到这里来，对不对？他又说，加尔木言说，여기안멀어요。那么여기就是这儿，안就是不的意思，멀어요就是远，여기是这两个韩文，这里안是个否定副词，不，안。那么멀어요就是远，멀어요远吗？여기안멀어요，这儿不远吗？我们听听看，여기안멀어요，여기안멀어요，这儿不远吗？那么他说멀러요，挺远的呀，멀러요远，这是由形容词멀다加的结尾어요构成的，멀러요远，멀러요，멀러요远。他又说呢，远啊是远啊，那远我也要来，我每天都要来。那么매일와도됩니까，매일就是每天每日的意思，매일每天，와도됩니까就是由와这原型是오다变来的，아도와도되다表示即使怎么样也可以，와도되미까，我每天来可以吗？내일와도되미까，내일와도되미까啊。这一段呢对话我们再一起来说说看，可以看到底下的这样的一个拼音，如果学会韩语的同学那直接看台词就可以了。근데도병원있죠여기로와도됩니까여기안멀어요멀어요내일와도됩니까내일은오버再来一起说一遍，근데도병원있죠여기로와도됩니까여기안멀어요멀어요好了哟，没乱怎么搞？没乱不？好，我们大家学会这一段台词了吗？哎，我们呢，最后呢，再一起欣赏一下这一段呢台词的一段视频。大家呢可以把那个台词记下来，然后跟着他一起多练习，感受一下。군대에도병원이죠？여기로와도됩니까？군대에도병원이죠？여기와도